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学者访谈栏目我是 Amin 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我们西北著名的学者钱永红钱阿红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这位是我们来自云南大理的著名学者张金勇张校长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这位是来自云南大理的著名学者马宝军马阿红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感谢安拉在几位学者的讲解之下我们对于伊斯兰已经有了一些正面的了解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想听听我们的张校长钱阿红还有马阿红继续跟我们分享有关于伊斯兰的和平和谐这种价值观念好尊敬的各位观众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有关伊斯兰的这个核心价值那么伊斯兰核心价值我们前边几期都讲一直在讲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和平和谐的一个价值观和平和谐在伊斯兰教里边它涉及到的面比较宽广那么作为和平和谐里边来讲今天我们可以说它是永远的一个话题对对或者说当今世界那么很多的跟和平和谐不相符的一些音符和说法很多实际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伊斯兰的字典里边就没有恐怖和暴力的这个词因为恐怖和暴力应该说伊斯兰的指害的它是自卫的是为了自己受到侵害的时候允许自卫的这些的就是伊斯兰是倡导和平的但永远也是不畏惧侵略和压迫对哪里有侵略哪里就会有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不等同于恐怖并且这种反抗它是有限制度的它是适度的不是无限制的即使是杀人偿命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规定不能过分对对像伊斯兰呢我说在伊斯兰字典里边就没有恐怖和暴力这个词自尊东征萨拉丁他是没有像那个当时的这个十字军三国这个联军那样子屠城对巴勒斯坦的屠城对对对萨拉丁从来没有那样做对对都是这样非常仁慈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伊斯兰的这个吉哈德它主要针对是遏制自己的哈瓦纳夫斯这个吉哈德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受人关注的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同时它也是需要去解释一下的词对吉哈德我们说否则会误解应该从这个奋斗这个角度对关注他的本身意义讲的奋斗随便把它冠上这个圣战的这个其实圣战这个字眼其实是出自于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它不是伊斯兰 的本对而这个词在伊斯兰字典里面就没有这个词对对对对在战争时期的吉哈德那就是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而在和平时期这个不叫圣战更不能引用圣战这个词而是说奋斗人生就是一个奋斗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上期提到的就是说伊斯兰的这个和平和谐一个是和平和谐一个就是顺顺就符合规律符合这个生态符合安拉制定的这个自然法则那么今天我想呢这个接着要重要要讲的是我们这个和平和谐真正的要抓落实要体现它确实还是不容易虽然我们是要唤起所有有信仰的人要从惧怕安拉的高度去关注你的和平和谐你的和平和谐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从我们的清真寺开始从我们的穆斯林弟兄开始而不是离开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站在全世界的高度去比划去指点江山实际一个人的直接责任就把你自己的家管好把你自己管好把你所从事的你的责任范围里边的事给它做好这才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想围绕这个话题提醒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姊妹一定要高度重视团结问题而这个团结问题就今天延伸出来就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和平是挂在嘴上的包括我们道个 salam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族
祈求安拉祝福别人，是吧？一句话，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好，这个要从灵魂深处去做，而不是形成一个简单的约定俗成的一个口头禅。对，其实 salam 这个词的这内涵的这两种含义本身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你只有顺从了安拉，你才会实现和平。在一个家庭当中，你只有完成了对于安拉的顺服，履行了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丈夫所应当履行的职责之后，你的这个家庭才会实现和睦，否则的话空谈。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能离开经训的指导。对，那么首先从个人的这种内在培养，就是说顺从安拉的命令，完成了伊斯兰所命令我们的这些应当履行的职责，念力破斋朝六大信仰五功的这个呢，还是回到一开始我们的张校长给我们指出的伊斯兰的特点、嗯、大道从简。我们这些问题其实还是从原则的根本上的一些问题去着手的话，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嗯，比如说我们的六大信仰包括了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如果我们把这六者的关系统一的结合起来的话，就要求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信仰真主，随时随地都感觉到真主在监督着你；我们信仰使者、信仰天使，随时，比如说我们所信仰的左右的天使记录你恶和善的天使，当你想做恶事情的时候、坏事的时候，你要想到记录坏事的天使会把你记录下来；当你想做好事又没有动力的时候，你要知道安拉是知道的，你记录你上功的天使他一定会把你记录下来的，会甚至就会重复加倍的记录。还有我们的使者经典，经典要求，经典就是 Furqan 的一个准则。我们人生无论是跟造物主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家庭很多了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然后人与其他被造物这些大自然的关系都有一个准则，对，使者的，然后我们追随使者，我们跟信仰使者，追随使者。使者已经说了嘛，我被派遣就是为了完善一切的道德而被派遣的。因为和平和谐这个最伊斯兰教最核心，因为伊斯兰本身这个词，他就用这个词来命名。对啊，伊斯兰姆他就是和平，就是顺从；穆斯林就是和平的使者。因为这个问题应该说从伊斯兰的，从它的根本核心思想里边，从它的骨子里边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底色。那么这个底色，今天我们说本期里边，我们希望这个就是号召我们所有的穆斯林兄弟，我们的阿訇，我们的哈致，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内部团结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天说地，最后连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儿都没搞好，我们都是像一盘散沙。虽然如果说我们说现在团结要怎么着，现在团结呢，就回到古兰经里边就团结，从学习开始，回到古兰经里边。那么各位为什么有些在研究阿拉伯现实社会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说两句话，一个先知穆罕默德（谢拉夫阿拉）用安拉启示的一部完美的古兰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阿拉伯人凝聚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团队，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阿拉伯兄弟由于离开古兰经又成了一盘散沙。对啊，原来有了古兰经，围绕古兰经，散沙变成一个强大的团队。今天我们离开古兰经又成一盘散沙，那么大家各自阵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政党，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再加上大的国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像我有那么今天，那么大的国际背景，我们说不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应该我们现在提醒穆斯林兄弟，就把我们那个清真寺，把我们那个家，一定要搞好，那个村的团结要做好。如果说我们这个大的，你说我们说你要做那些真正的大事，你没有那个责任，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们把我们这个清真寺，把我们的周围的周边的邻居，把我们兄弟之间团结做好，
是非常可能的。那么今天我们想就从伊斯兰教的和平和谐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去体现它，在我们的 Jamaat 上去体现它，在我们的阿訇讲瓦尔日时候去体现它。我们的阿訇讲瓦尔日如何以鼓励为主，不要有那些攻击性的语言，不要这个在引用古兰经的时候不要这个断章取义，不要这个根据我需要的然后我再采用。因为今天我们讲和平和谐看起来是大家天天都讲，都是老生常谈，甚至于说这个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和平的使者，也耳朵都听起茧子来了。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让它回到现实当中，在我们的行为语言里边有所体现。那么我们说这个 Jamaat 的团结，穆斯林内部团结怎么体现？今天最重要的迫在眉睫的还是我们内部的团结问题，只有把内部的团结搞好了，我们这个后边的话才能继续向前。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才张校长给我们又深入的细化的讲解了和平和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要从我们的自身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所在的社会团体开始。我们的和平和谐在我们自身上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把各个清真寺的团结搞好，把我们穆斯林家庭与家庭之间、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团结搞好。我们是要真的像弟兄，不能像这个仇人一样，甚至呢比仇人还仇人。瓦特苏姆比哈布林拉希杰米啊，我来特范德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扪心自问，扪心自问，我到底好好的反省，真正的团结了吗？对，所以今天我们说，懂团结是大智慧，对，会团结是大本领，真团结是大境界。因为这个团结现在就我们刚才说了，写在墙上，印在纸上，说在嘴上，就是缺乏落在行动上，让自己从来不受益，自己没有放下自己的架子，没有攻下身来反省自己，是一个真正的 What are 泰国有不有存不存在。如果我们放任这种心态的存在，或者把这个经训作为一种包装，作为一种这个搪塞别人、教育别人的一种工具，而自己从来不受益，这个自己自身受到的危害实际是非常大。因为将来所造成的恶果谁也不能把我们背负，结果我们干的坏事，因为我们今天按古兰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昆里姆林比马卡斯巴的黑诺，说每一个人都要对他的行为负责。按圣人的话说昆鲁昆罗尔，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牧羊人，说每一个人真正的要把责任负好，把自己的要检查好。而我们现在老是去检查别人，就有时候是拿着这个显微镜去找别人的缺点，然后把自己一点点成绩无限放大，拿着放大镜去看自己的优点，拿着显微镜去看别人的缺点，这个现象是非常严峻的，而且是我们人的一个长期以来的，也是当然也不是说在我们穆斯林内部才有，其他人其他民族只要人存在的地方这些现象都会存在。所以我们想今天呢这个号召大家，就是我们是真正的像个穆斯林，像个和平使者的样子，就把我们家里边的，把我们村里边的事情做好，遇着阿訇讲的好的话不要去反驳，不要去抵制，遇着清真寺里边倡导的好人好事积极的配合。我们现在这别人一说好事就另外有说法就出来了，是吧？这个对我们来讲将来受害的是我们自身。所以今天我们想的还有一个呢重大的，就是你如果真正要搞好团结的问题，它还是有这个重要的事情值得大家去深思，是吧？就是我们必须远离当前在我们身上存在的三小问题。三小哪三小呢？对，三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小聪明，小聪明，耍小聪明，所以我们说耍不耍小聪明
是检验修养的法门心。你这个修养好不好，就看像那个法门能够锁得住锁不住你的这个狂躁和你的欲望，就是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动投机取巧的歪心，打自谋私利的算盘，投机取巧啊，我们就动投机取巧的歪心，打自谋私利的算盘，是得不到真经真道真理。小你搞这个，我们说耍小聪明啊，安拉给人每个人都是理智健全的，都不憨，我们说都不蠢。但如果把别人当蠢材，把别人当白痴，这种是千万我们要这个防备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远离小动作。小动作，所以搞不搞小动作是检验修养的报警器。如果你一个人在做小动作，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指指戳戳的动这个小动作，或者有些看到一个人来了，马上就给人家打个小报告，告人家一状，还更有甚者无中生有，污蔑、污蔑、诽谤、重伤，啊，这种就太可怕了。虽然我们说搞不搞这个小动作，它是一个你的修养的一个报警器。心俗不正，品行不端，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这个是上不了台也见不了光，都是非常阴暗的。所以我一定要利弊，远离搞小聪明、小动作。最后一个呢，要远离小心眼。我们是天天讲，要谋求和平啊，就是穆斯林他是兄弟关系。那我们要宽广的胸怀、包容的心态，不要小心眼。你抽烟的，今天阿訇讲不能抽烟，你不能因为阿訇讲你不能抽烟了，你就怀恨在心。今天你吸毒的，阿訇讲不能吸毒，你也怀恨在心，甚至有些耿耿于怀，还要打击报复。所以我们说时不时小心眼是检验修养的风向标。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法门心控制得住吗，是不是聪明是一个呢，是报警器，一个是风向标。你的方向在哪里，方向对不对，就靠你这个心眼。所以我们内部里边的很多矛盾大家化解不了，本来很小的一点事，但是会把它挑成大事，这个结果呢，就因为我们心眼小，心眼一小，内耗不断，然后彼此中间，你说我说，最后结果团结就是搞不好。像我们说，今天我们谈论的伊斯兰的核心价值，大家都明白，我想个个都清楚，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和平的使者，这个是源自经训，也是大家的共识，也是穆斯林的核心价值体现。但是具体落实到行为上，我们有没有把和这个一个清真寺、一个贾马尔体的团结搞好？甚至两个阿訇之间，都会彼此说长道短，对啊，彼此都会攻击。别人有恩典的时候，不去祝贺，不去就赞赏，而是尽量的进行贬低、斥责。如果别人有缺点的话，那就更加放大，更加的放大，是吧？虽然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在当今社会，所以今天我们做啊，就希望我们大家啊，有时候有太多的东西存在，实际的具体落实下来要改也容易，你要改马上就改。虽然这个这是一个另眼的问题，其实还是你不改永远改不掉。虽然我想呢，这个作为江红马阿红也好，这个主持人，你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经训依据，你把团结做好了，和平和谐就实现了。对，你如果说把一个清真寺、一个地区的团结搞不好，你就在挑战，就在破坏，对吧？就在犯罪。其实，在《古兰经》当中，他要求我们穆斯林就是要首先自己做一个优秀的个体，要铸造一个优秀的个体。一个优秀的个体铸造好了，那么他才能构建一个优秀的团队。十光章我拉索的这个章节，他就给我们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伊斯兰它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它还要兼善天下，所以你优秀的个体铸造好了，你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穆斯林啊，他要求我们首先要构建一个优秀的个体，特别是在这个和平和谐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每一个人要从自身做起，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和平的人，
在行为上、语言上严格要求自己，不给他人带来任何伤害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以前前几年，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学者的这个演讲，也看过一些这个论文专著，就是在倡导构建和谐主义社会方面呢，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论文。其中呢，就我们关注到了一个，就是以前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宗教局局长叶晓文先生的一个六合精神，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公民呢，特别是这个在这个构建和谐主义社会的这个时期呢，要有这个六合的这种精神。那么什么六合呢？就是说首先啊，要这个人心和善，你这个内心是充满这个善意的，是充满爱的，你的人心好了，这一个个体好了，这个家庭会好，这个家庭好了，那么这个社会自然会好，这一个社会好了，那么这个世界它会好。所以它是六合精神啊，这六合精神呢，就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和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理念。最后呢，我也补充一下有关几位阿红提到的我们穆斯林内部团结的问题。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讲团结呢，首先是自己的一个意向上、念也上。当我们在讲团结的时候，首先是你自身要想团结，不是说打着团结的名号，前面说哇他什么比哈布林来怎么样，然后后面就开始骂了，这个又这样，那个又要那样，要像我们一样，这个你说谈什么和平团结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学习知识，我们要掌握伊斯兰的这些理论基础。为什么呢？就是说简单的说，我们崇拜的真主是独一的，古兰经是一部，先知是一个，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些原则上呢，没有任何的分歧，也没有任何的矛盾，所谓的安拉制定的这一切是都是统一的，任何法学派别没有分歧。所谓的分歧呢，都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有分歧，而我们呢，把它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而重要的主命啊、五阿指卜方面呢，不去谈，谈一些穆斯达卜拉很小很小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有悖于伊斯兰的精神的。安拉的指导是最完美的、最伟大的，事无巨细。当穆斯林为一件事情产生分歧的时候，安拉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明确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您把这件事情交付给安拉和安拉的使者，对，也就是纳入到古兰经与圣训当中，你们去寻找中正的、正确的这个标准，对，然后你们共同去执行，这样就可以消除分歧，实现这种团结。对，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希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